天和大家一起来织一件非常有型而且又极其简洁的女士的开衫。看到这些复杂的花纹，你一定会觉得哦，真难呀。没关系，我会一点点讲给你，实际上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好，我们首先介绍它的相关情况。这款设计作品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这一页。你所看到模特身上穿着的这一件，正是我现在要为你讲解的这一件。这两个其实是相同的，同一款服装。熟悉我的同学已经知道，你其实在每一部书的封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好，我们现在呢就和同学们一起来揭秘这件衣服的每一处细节。如果想按照自己的身材完成这件的同学，一定要认真听，并且要坚持到最后，因为我会在整个的教程播放当中为你透露所有的那些好用的小技巧，同时也会为不同身形的同学出具一份非常可行性的编织方案。比如你身高1米60，体重135斤，也想织这件衣服，那么针数要起多少呢？高度要怎样控制呢？一些非常好用的小细节要怎样融入呢？好，认真看，我们现在正式开始。首先介绍毛线和工具。这款作品采用的是纯羊毛粗线完成的，织针6号织针，每根毛线直径2.5毫米。如果我们捻开，里面有4小股组成。整件毛衣毛线的用量全加起来，一共是1斤4两多，将近1斤5两，你就能够完成这件。大家已经知道，我设计的每件衣服都是按照身高1米65、体重88到95斤之间的亚洲标准女生的身形设计。但是我们是普通人呀，普通人如果想织这件衣服的话，毛线用量肯定会比现在我说的这件衣服要多，但是没关系啊，如果毛线预算足够的话，你一定能够完成。好，首先来说起针，同学们先猜猜起针是在哪儿呢？很多同学按照常规来说啊，从底边起针开衫嘛，分三部分，后背和左右前边分别织，然后在这儿一缝，不就形成正身了吗？才不是。懂得编织的同学一定看到了，这个花纹它并不是竖向能够完成的，它是横向编织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底边的部分。再仔细看，它是麻花，再分析，它就是双螺纹。好，并且同学们看啊，两边啊，双螺纹的两边啊，我们在完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追求它是对称的原则。理解了吗？好，也就是说我们要宁长勿短。这款稍微有一点点瑕疵，你看这两边啊没有完全对上，也就是说这边如果再增加一部分就能够和它完全对称上，所以同学们在完成的时候尽量我们要保持它是一个对称状态，所以这件衣服的小瑕疵你要避免掉。那么整件衣服是在哪儿起的针呢？在这儿，看了吗？啊，是在这儿，这是它的边儿啊。起了针之后，我们就往返往返向上织3组这样的螺纹麻花啊。往返向上织的同时，同学们注意啊，你就是形成了一条短围巾。最先一步，只织一条短围巾，所有同学都会，这并不复杂，对不对？啊，没有什么难度啊。那么短围巾起多少针啊？48针，同学们仔细看啊。这48针，这是起的第一针，这是最后一针啊。这48针我们织的是这个花纹。那么花纹的图解是什么呢？同学们准备截图。注意，你要完全按照这个来起针。我们先近距离拍一张啊，截张图来。你会发现左右的螺纹并不是2针正针开始和2针正针结束，而是3针正针开始和3针正针结束，发现了吗？啊，同时啊，我们拧麻花的位置，同学们注意啊，它相距多少行，一定要看好。稍微有些痕迹的地方就是你拧麻花的位置啊。好，那么你已经知道了花纹的织法，最初的时候你织的其实就是双螺纹。理解了吗？只是我们拧针的时候注意看啊，拧针的时候像拧麻花一样的拧就可以了。
理解了吗？为了避免像原款这样啊出现两个门襟边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我给同学们一个小窍门，看小窍门来了啊。也就是说你要控制好什么，你的半花和你的完整花是多少厘米。你看啊，原款我们要尽量给它控制的非常到位才行啊。原款你看，因为是三组麻花，你看它是三组这样的啊。好，你看啊，半花我们是每八厘米拧一次，看到了吗？就是这两边啊八厘米拧一次，但是它一会儿我们再说啊。可是你看完整花是多少厘米拧一次呢？我们仔细看啊，完整花大概是14厘米拧一次，这样就不合乎要求了，对不对啊？也就是说这样如果你要再计算的话就稍微的有点难。为什么？你必须把门襟的最上边这两组的麻花的长度啊，给它半麻花的长度给它减去，然后呢你当然可以按照每14厘米一个，你也可以完全按照倍数来，每16厘米一个完整花，每8厘米这样的一个半花，理解了吗？这样的一个半花啊。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算出这个位置需要织多长。原款这个位置是刚刚好啊，我个人觉着如果再向上增加10厘米效果会更好，因为那样它就完全的裙式的炸开了，理解了吗？好，我们现在教大家来算这个麻花啊，我们要织多长一个。首先来说原款我们一共织了多少，先从边上来说啊，这是一个半花，这是半花啊，这是半花。然后完整花我们数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五个完整花和两个这样的半花合在一起了，理解了吗？原款的长度啊大概织了85厘米左右。好了，现在你就理解了对吗？好，也就是说我们一共织这样的几组麻花啊，但是上下两组它是完全相同的距离，也就是说通过刚才的数量你自己调节每多少厘米拧一次花纹，理解了吗？按照自己实际的身形来。好，我们来看啊，原款说85厘米的长度，好，85厘米并不是一个绝对数字，而是一个模糊数字，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微调。同学们理解了吗？什么叫微调？也就是说怎样能够使我们两头完全对称，我们就要给它留多少厘米。当然比如说你86厘米刚好，那你就织86，而且本着一个什么原则呢？宁多勿少，否则你这位置就往里缩着了，所有的好看的地方都在这一个位置啊，你要缩着的话就不好看了，理解了吗？好，这个位置讲给大家了啊，不同身形的同学你们都可以参考，哪怕你体重140斤的同学啊也都起48针，理解了吗？好，我们完成了这个花纹，继续往反线上织，有一个重要的技术点是什么？编针一定要每一针都织啊，有同学在织围巾的时候习惯于把第一针挑下不织，从第二针开始，如果你那样的话边沿一会儿你这边还要挑针的，理解了吗？你这边如果再挑针的话就会很不方便，因为你少了边上少了一个小针套，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针都织，第一针都织，无论正面还是反面，所以你在挑针的时候会非常方便，理解了吗？好，再顺便说一遍啊，我们在拧麻花的时候不能使劲拉扯着长线拧，自然手劲就行，这是第一。第二，由于是片状编织，同学们在织的过程当中啊总觉着边沿很松懈不喜欢，没关系，这是它自然的状况啊，如果我们给它拉紧的话它自然就要舒适而且整齐了，不要以为第一针太松懈才那样，因为它的花纹自然特点，所以我们在织第一针的时候千万不要勒着织啊，一定要放松用自然手劲来织第一针啊，这些都是关键点，很重要。好，用我上面说的方法，我们将48针织够我们想要的长度之后，好了，收针要收平边啊，尽量让两个边是相同的，这儿你可不能收机器边啊。你看起针的时候我们用的是最简洁的起针方法，就是这样的简洁的起针方法对应着收平边，这样你的两个门襟角的位置啊才会非常的
接近，如果你要收机器边，按照传统我们织双螺纹你要那样收的话，那么两个边就不好看了。你看我一下子向你透露了四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往往这些细节大家都不注意，如果这四项你都违背了的话，那么你这件衣服就不精致了。看，用这样的方法起针。好，那么织个我们想要的长度之后，你在侧边这儿就形成了非常整齐的边沿。我们现在一定要沿着边儿啊，要挑出所有针来。有同学说，哎呀，我要挑出300多针呢，我这衣服要织300针呀。才不是，我们之所以挑出所有针，是为了让它很整齐。同学们理解了吗？啊，你看我们是三针正针开始，三针正针结束，所以你这个边沿啊，专门拿出一针是为了挑针用的，所以不要往这边来，留出两针正针的位置，在这个最边上这一针的针套这来挑针，理解了吗？而且挑的时候别用6号啊，要用细一点的针来挑。好，教大家怎样整齐的把这些针套挑出来。你看，尽量挑出来之后，你看我们老是沿着这一行来进行的啊。挑出来之后，我们要看它跟谁呢？跟边沿的那一针正针啊，非常非常整齐的衔接，这样才可以啊！一定要沿着这一行挑。等我挑完，给同学们看一眼啊！一定要让它是一个整齐的状态，并且每一针都挑啊！看。我们每一针都挑，你看这多整齐，正好留下两针正针，第一针第二针，看到了吗？我们在这个位置这样挑的针啊，用我刚刚这个方法挑出所有针来，理解了吗？刚刚这个针套啊，所有的针套都挑出来。好，挑出所有针套之后，第二行你看我们就是沿着这边挑的啊，第二行我们要均匀的将所有针剪至159针。问题来了，有同学说我怎么样才能均匀的剪制这个数字呢？教大家一个方法，假设你一共挑了200针，但是我让你变成159，那你要减少了多少针啊？减少了41针，对吗？那么我们直接拿200除以下41，假设啊，假设最后得的数是5，好了，意思就是5针的范围之内你要减少一针，5变4，理解了吗？啊，也就是说你将总针数分成了很多个，五针一份，分成了很多份儿，我们在每份里减一针，这个意思，这样你就能够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均匀整齐的减针效果，并且在衔接处啊丝毫没有痕迹，理解了吗？好，我们将这159针就开始往返整片向上织了。那么花纹是什么花纹呢？同学们准备截图，看到了吗？我们左右各织了一组6针麻花，然后呢，麻花旁边各挨了一针反针，正中间145针，我们织的是小合针，荷叶的荷。先截图小合针的织法，很简单，全是反针啊。然后在一针的范围之内加出5针来，加出3针来。1变3，然后呢往返线上一起织，然后织到一定行数以后再3变1，理解了吗？这就是中间小合针的织法啊。再然后呢就是麻花针，你看6针麻花第4行拧，截图。好，按照这样的花型，我们将159针往返向上织啊。有同学说，哎呀，我体重130斤呢，我这儿也159吗？不是，肯定针数会多，但是我会在完整的讲解完流程之后，为不同身形的同学啊来设计你多少针最适合，理解了吗？好，159针我们往返向上，高度一共织了多少厘米呢？18厘米。当然这个长度啊也是根据个人的实际身高来的，如果你1米65左右的话，18厘米没问题啊。达到18厘米之后，159针我们将分成3部分，怎么分呢？首先我们要给它的后背片儿，看后背片儿分73针走，因为我们要马上进行腋下的编织了啊。后背片分了73针，那左右前片各分多少针呢？你拿159，其实减73再除以2就明白了啊，各43针。好，这时候我们要在43针的
这一侧进行减针了。怎么减？我们要一次性的给它减去四针，就是43针。你不是往返织吗？如果这面是正面的话，那么前四针你要给它减掉。怎么减？2并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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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四次。好，用这样的方式减完这四针之后，然后我们再怎样呢？我们在剩下的这个针数的基础上继续往返向上织，并且在这一侧依然减针，隔一行减一针，一共减六次。好，减完这六次针之后，我们继续往返向上织啊。那么这一侧是这样的，另外一侧呢跟它是一模一样的操作，两边全是这样减针，理解了吗？啊，甚至包括后背片这73针的左右两侧也是用的这样的减针手法，前后片一样。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是先织后背片的，也就是减完了这样的针数之后，我们要继续的将后背片剩下的针数啊往返向上直着织，不再做增减了。高度呢织18厘米，那么从哪儿到哪儿18厘米啊？从你第一次减四针，第一次开始分片儿，分前后片儿织的时候，从这个位置横着算，假设你是在这一行分的哈，好了，向上垂直距离18厘米，达到这个高度之后，我们要给它停针，我们要等待下一个环节，直接在织针上就行了，没有必要给它收针等等。好。那么后背完成之后呢，我们是完成左右前片的啊。左右前片实际上用这种方式剪完针之后也是继续向上编织的啊。高度我们织多少？其实也是织了18厘米。原款呢是直接将左右前片在腋下剪好针之后啊，继续往返向上织，达到18厘米高度就前后尖头取一定针数缝合了。但是我们要怎样呢？我们实际上要在这个位置啊有一个针数的停针啊，有一个针数的变化，所以我们将原款做了一定调整啊。你看原款我们在领口啊，在腋下这样剪完左右前片之后，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向上织多少？织11厘米，理解了吗？啊，我们要对它做出一个调整啊，向上织11厘米。看，从这儿开始，直线距离向上织十一厘米，也就是到这儿这个高度，理解了吗？好，达到11厘米之后，我们要怎样啊？我们要取左侧，或者是这片的右侧，就是靠近边沿的位置，我们要取出多少针呢？给同学们写一下啊，取出的针。不编织，而是干嘛呢？直接给它平收掉。多少针呀？写错了，重写。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我们需要给它一下子平收掉10针，理解了吗？啊。记住啊，这10针同学们在平收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要用力的拉扯长线，如果你用力拉扯长线的话，本身10针这么宽，那么你收完针的小边就变成这么宽了，影响你下一步操作，所以松松的收这10针，一定要松松的收啊，同学们啊，左右两侧其实都是一样的，理解了吗？好，也就是说达到11厘米的时候，我们取边沿的这一个位置的10针给它松松平收掉，剩下的针再保持原有花纹继续往返向上编织，高度织多少呢？织到跟后背片一样高，都达到18厘米的这个高度，理解了吗？好，达到这个高度之后，我们要怎样呢？取你前片剩下的针，你看这尖头还有多少针？好，假设剩了16针，好了，就拿16针跟后背的这16针相互织缝上，两片都是一样的啊。从内部织缝上，注意织缝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劲拉扯长线，凡是涉及到收针减
针都要用自然手劲，甚至都要放松一点手劲来收它。为什么？因为这个位置如果太紧的话，弹性就要缺失了。本身你42厘米的肩宽，你要用劲手劲勒的话啊，你只有39，理解了吗？好，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连接了前后肩头之后，下一步要怎样呢？啊，这个环节看啊，整个领子其实我们是完成的一条短围巾，然后用侧边缝在刚刚这个领口位置的，理解了吗？好，那么短围巾啊，这个小小的领子一共起多少针呀？也是起了48针，看到了吗？好，这次你看啊，这个花纹，同学们一定要把它计算好啊，要让这个位置的花纹是对称的。一共3组花纹，把它编排好，理解了吗？你看，只有对称的两边啊，才会啊是一个精品，主要就看这儿呢。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算好，我半花是多少厘米，我的完整花纹是多少厘米？看，半花是多少厘米拧，完整是多少厘米拧啊？而且别忘了它是3组呢，中间这组跟左右两组又不一样。所以同学们要注意这点，把这个计算好。好，48针啊，我们往返向上织66厘米左右啊，66厘米左右，这是已经给出大的厘米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缝合的时候，你看，都纵着啊，要把这个边沿怎样啊？看，缝的时候是纵着这样缝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看到了吗？啊，66厘米长的这围巾完成之后，有些位置一定要纵的一样。我们在缝合的时候啊，给它区分出来，左右两侧，然后用别扣别好，然后一定要以相同的啊对称的状态来缝。你别这边缝了36厘米，然后这边只缝了26厘米，那是不行的啊，一定要左右对称的。你可以把整个领口分成4个区域，每个区域是多少厘米，给它先固定好，理解了吗？这是整件衣服的门面。这个可考验的并不是大家编织的手法和技巧，而是考验的大家跟缝纫相关，哈哈，是否认真啊，跟这些相关啊。好，缝合好之后，整件衣服的背心部分将完成，我们将进行袖子的编织啊。袖子其实并不复杂，更容易啊。整个袖子袖口的地方我们一共起了多少针呢？80针。80针啊，织的是什么花纹呢？仔细看，4针正针，1针反针，看出来了吗？都是4正1反4正1反啊，每5针一个单元花。好，我们向上环形，将这一部分啊给它一共织了多少厘米呢？10厘米。当我们达到10厘米这个高度之后，将怎样开始织腕部的这个中国结花纹呢？这个花纹怎么编织的呢？其实跟麻花是一样的啊，同学们仔细看，把图截下来，到时候按着图抠就行了啊。好，按照这样的花纹，我们将中国结的花纹啊向上一共编织了多少厘米呢？也是10厘米。看这一部分也是10厘米，达到这个高度之后呢，你看它这个又要很多针才能完成这个花纹。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你起针的时候80针，到这儿也是80针，但是在这一行的范围之内，你要将总针数均匀的减至40针，必须是这样的啊，要不然80针一个袖子就太硕大了啊。好，那么这40针我们就改织正针了，同时我们要在袖叶处，哪是袖叶处，就是这个位置啊，要进行规律的加针。怎样加？我们需要每12行加一次针，一共加4次，总针数增加了8针才对，也就是你变成48针了，到这儿。那么你织正针的这段的长度有多少呢？24厘米，从这儿到这儿24厘米。好，这时候我们将迎来腋下的减针啊，你也就告别了环形织，我们将进行往返编织了。这个时候同学们注意啊，我们要在你腋下加针点的这个左右两侧各减去4针，这边和这边各减4针啊，其实你是8针一次性全减去的。然后呢，我们就迎来了往返向上织啊，你也就织片了。同时在片状的左右两侧起始针的位置啊，我们要隔一行减一针，一共减13次，这边一样，
这边一样啊，剪完之后剩下的针直接平收，收完针之后用这个方法要完成另外一个袖子，当两个袖子都完成之后再和正身缝合在一起，整件衣服编织的部分就完成了。有些同学说没完成，根本都没织扣眼，哈哈，确实没织扣眼，因为没有必要织。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粗一点的毛线和粗针在织成的这个成衣的片状的时候啊，实际上你找出一个位置来，我们用力拉扯长线，然后你看这位置自然就有一个孔洞来扣纽扣啊。其实另外也有什么呢，别的方法，你看每一个麻花的侧边其实都是一个孔洞，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边扣都行啊。同学们只要扣这种边沿没有锯齿的这种扣子就行，你看它边沿是这样的圆形的光滑的，如果其他造型的扣子就不行啊。好，按照这个方式我们将纽扣都缝好，找对应位置，你看这样一扣就扣上了，这比你特意织了扣眼的这种衣服啊还要方便，并且不会掉，不会掉啊。有的同学织过这种开衫哈，还记得吧，然后你的那个小纽扣就特别容易掉，尤其订小扣子同学啊，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织扣眼啊。好，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完成了整件衣服。那么不同身形的同学怎么来呢？首先底边从这儿起的针，织的条短围巾啊，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宁长勿短，理解了吗？好，那么这个位置啊，不同身形都起48针，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啊，怎样让花纹对称。另外要说重要点了，胸围，我们首先来看啊，这款衣服159针，对应的胸围是多少厘米呢？我们来量，76厘米，38乘以2啊。那么76厘米的胸围，我需要给大家找一个计算器啊，计算器没在这儿，我们来用手算一下吧。76厘米的胸围，我们来看啊，你看这位置是76厘米，76厘米的胸围它对应的多少啊？159针，对不对？好，我们直接拿159除以一下76，上2，还剩7。啊，不到，还剩70啊，不到一，然后只能是2点，这边是一个零，也就是说每2针等于什么呀？每2针啊，刚好等于1厘米，看出来了吗？啊，也就是同学们想要怎样的胸围呢？仔细看，仔细看，如果有些同学说我1米65，我体重那个128斤，我要织多少胸围的衣服，这问题问的最好了。有同学说哎呀直接裸量吧，有同学说里边套件衣服再量吧，都不对，哈哈，我们要量自己的这类的衣服，比如说你的手工织的、机器织的啊，只要是跟针织相关的有弹性的衣服就可以，同学们找到自己穿着最合身的那件，看一下那个衣服的胸围是多少，我们以此来判定自己的要织那件衣服的胸围，先找出这个数字来，理解了吗？假设你的胸围你已经量了啊，一共多少？93厘米。好，没问题。不同身形的同学啊，都去直接量自己的衣服啊，你93，他98，然后他88，都没问题。记住我们这个二针的意思啊，记住这个数字就行了。好。假设有些同学啊，我们找一个最难的数字啊，97厘米。好，如果你量了自己胸围97厘米，好了，直接看到我们这个2针等于1厘米啊，直接乘以2就好了，2714 2118 19，看到了吗？你最后得出来的是多少？194针，理解了吗？194针就是97厘米胸围最最贴近的一个数字了。用这种方法同学们去算啊，直接拿你的
衣服的胸围乘以二就是你的针数。好了，那么我们完成了一条宽围巾，从这边上挑出所有针。那么第二行的时候呢，将针数控制在刚刚算出了这个数字这儿，理解了吗？啊，挑出所有针，第二行均匀的剪制啊，你需要的这个数字。好了，然后按照花纹跟原款都一样啊，我们往返向上编织就好了。至于长度，我之前小讲了一下，从这儿到这儿18厘米，1米65左右同学18厘米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要是特别高，你要1米66以上啊，你这位置就织19，1米67织20，1米68织21，等等，以此类推。好。然后呢，达到这个高度，我们就要进行三片的分针了。有同学说，哎呦，我就怕这个。不用怕，我们要怎样来？用最模糊的方法来。怎么来呢？直接把两个门襟的位置相对在一起，稍微往里来一点，让它有一定框量。当然胸高的女生啊，可以往里边再稍微来一点。好，这时候我们直接放好了的这个样子啊，就是你要分针的位置，然后找到它的这个点，两边一定要对称啊。你从这儿往这儿数，如果一共是58，好了，那从这边往这边数也一定要是58才对，理解了吗？啊，这样是一个最棒的分针形式，不用数字啊。然后腋下剪针跟原款一样，然后我们往返向上织的高度啊，原款织了18厘米，如果你的体重没有超过108斤，我们就织18厘米。超过的啊，在115斤以内的话，这个位置你要织19。垂直高度啊，从这儿到这儿的垂直高度你织19。啊，如果我说的是后背片啊，如果你要是127、128斤的话啊，你从这儿到这儿直线距离织20。如果你要是130多斤，将近140斤，从这儿到这儿你织21，更重一点同学从这儿到这儿织22厘米，直线距离，好了吗？好，这是后背的长度。那么前片呢，我们只要包啊，只要让领子的深度啊，什么叫领子深度？就是前片和后片之间的差距，前片一定比后片短，对不对？好，原款呢我给大家做了改良，然后领子的深度呢是7厘米啊。同学们在织的时候，如果你的体重没有超过135斤，都织7厘米啊。135斤以上同学领子的深度织8厘米。什么叫领子深度织8厘米？你从这儿向上，你的后背片先完成了，假设你织了21厘米啊，那么从这儿向上的高度你要织8厘米的领深的话，也就是21减7，你织15厘米，织21减8，你向上织21减8，你向上织13厘米之后再减领口，理解了吗？减领口的针数啊，跟原款大致相同。特别重的同学，超过125斤的同学啊，这个位置领口的减针的数量要做增加。原款一共减了10针，左右各减10针，你要减12针，各减12啊。如果体重超过135斤的同学啊，左右各减13到14针，140斤以上的同学左右各减14到15针或者16针都行，理解了吗？好，然后我们要怎样啦？减完之后剩下的在肩头啊收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再然后呢，这个部分啊，我给大家讲过了，原款织了66厘米。那么作为你们来说啊，我跟大家讲过，要让它花纹左右对称的情况下，宁多勿少。理解了吗？好，最后呢也是啊，纵着和领口的位置相缝合在一起就行。这是考验大家缝的基础，并不是说跟编织相关啊，所以不要说我编织太难。好，然后我们来说袖子啊，袖子大家无论你体重多重，都起80针啊。因为胳膊腕子啊，无论你体重多重，这儿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不会特别粗啊。所以这个位置啊，起了80，向上织10厘米，这部分也是织了10厘米，这也是80针啊。110斤以上的同学，这个位置不要40针，原款呢从80变成了40针，向上环形织的正针啊。那么你要多少啊？你要给它变成46针，理解了吗？然后其他跟教程是一样的，如果你1米65的话，那么如果你的体重啊在130斤左右，那么你这个位置针数啊，你要比原款
原款一共是40针，你要比原款多啊，你最少你要48针到52针之间，就这个位置。再重的同学，140斤左右的同学啊，你这个位置的针数要多少？要跟刚才一样，只是你在这儿加针要比原款要密。原款每12行加一次针啊，你可以改成每8行加一次针，理解了吗？啊，让这个位置宽起来啊。好，那么来说袖子的长度，如果你身高1米65左右，这个位置长度啊，一共是44厘米，就足够了，足足够了啊。如果你体重啊，你的身高超过1米67，这位置你可以织45厘米，啊，1米68织46厘米，以此类推，记住了吗？好，然后腋下的减针呢，跟原款是一样的，因为你针数增多了，尽管你的袖拢的高度增加了，但是你的袖衫也会跟着边沿也会变长，因为你针数多呀，你收针的那个位置自然的就能够弥补到你的袖拢的形成的那个多出来那个边沿的部分。好，用这样的方法，所有同学都能够编织出一件特别合身的衣服。你看，这就是编织的魅力。如果我们赋予它足够多的想象和设计，那么它就能够回报给你非常惊艳的效果。如果同学们喜欢编织，请点赞，非常感谢各位。